这个真正要等端午节中午是吧，才能除毒呢？还是每天能除毒？我问你，每天。你除，你今天中午那个端午节，等着正午12点，好好把这身上毒、周围毒全部除了，举手看看多少人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东西啊，这个它的确有它的道理。哦，也有人试着端午节中午12点把那鸡蛋放着，它真的可以竖立起来。那它有它的道理，但是不是只有那一天？以这样子的一个端午节24小时，是不是？以这种这么宝贵的24小时来做一个观念呢？就说守住每一分一秒，滴答滴答，然后每一天都端午节，是不是？把这些毒啊都能够除掉，那就好事一件。什么毒最毒？我问你。冰毒，这谁答的？不错哦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说我也会，只是没答而已。那你为什么不答呢？对不对？心毒最毒，因为心会让你去沾染很多尘埃，哦。那么心的这个净化与否，如果不是每天清呢，其实一段时间之后，在红尘呢就很容易面目全非。所以每一天的实修呢，是帮助我们呢去除一些尘埃，对不对？去除一些毒，这个毒啊，有时候是不知不觉来的，好。在你的这个行住坐卧间啊，红尘的主题里，不知不觉来。但是这些你不注意呢，它毒有时候就把真的把你毒到了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人家顺风顺水，老板无上的奖励有没有？刹那间你的心毒就出来了，妒忌他。是不是？然后心中想着什么样方法陷害他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想着要怎么样可以落实到迅速成你的愿。然后你看你读不读，光是一件事情就很读了。你有没有犯呢？没有吗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什么看不到？就看到你了，还看不到？别人没看到，看到你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有待商榷啊，哦！就是说，这一刻也许你很有把握说，不会的，我不会弹这个毒的，对吧？但是下一刻有没有要赶快随时秒秒这个 double check，看看到底有没有毒啊？这个惹尘埃呀，落在你的内心深处。